式香料炒得香气四溢，加入面条，泰式口味的意大利面起锅了。但是主角在这呢，高温油炸咸酥鸡，外皮金黄酥脆，最后还要加入九层塔。接着中西大合并，把咸酥鸡一块一块摆上，环绕着意大利面，这一道咸酥鸡意大利面上桌了。一口咸酥鸡，一口意大利面，让客人好惊艳。年轻人都会很爱，因为咸酥鸡跟意大利面在一起。对，想不到。台湾人宵夜最喜欢吃的咸酥鸡，业者把它和西餐意大利面做结合，绝妙口感成为餐厅点菜率最高的一道料理。用我们传统咸酥鸡的做法，对，结合可能有一些九层塔蒜头跟胡椒粉那种香味，等于说客人在吃的时候就是有泰式又有中式的口味。也有业者把鸡排和铁板面做结合，大块鸡排切块之后搭配黑胡椒口味的铁板面，有些还配上荷包蛋、薯条和炸鸡，满满一大盘，光用看的就好满足。年轻人喜欢的咸酥鸡和炸鸡摆脱单一口味，结合面条成为创新料理。三立新闻林娟、张展翅台中报道。